的一种酒，可是酒精成分很低很低很低，可以说低到你几乎喝不出来，所以很适合，女孩，特别是女孩子很适合喝，男人也很适合，因为这种酒是喝了会不单只会青春，而且很舒服，会帮助睡眠，然后对身体营养都有的。王杰的歌唱风格向来独树一帜，但现在唱片市道不好，就算出唱片也要向现实低头，做出一些改变。有一半是翻唱别人的歌，没有办法，连我都要低头了，因为第一个是跟我们合作的唱片公司，他们希望是这个样子，第二个是因为现在的风气流行要去翻唱别人的歌，但是你可能不敢相信哦，我这次还唱台语，我花了差不多快10个钟头才唱完。